帅哥，生活不是大电影，想泡妞也用不着这么惊险吧？美女要是乱扔垃圾就不美了。说我的话是垃圾，不会说话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吧？花痴，走了。快点，我们走了一周。马上开船，稍等一会儿。Control, 감출수없는자신감이 so sexy. 이렇게너만을원하는나눈부신너의 body 는 make me go whoa. So turn around, back it up. 이제내게맡겨이제시작인 girl 숨기지말고 get it on. Show me what you got, girl. Gonna work it. Lollipop, tick tick tock, 심장은 pop.모두골라굳이설명은필요없어 You know me 잘지내는남자 T.O.P. Wanna run for me 나를느껴안뜨거운 D from Double B Girl You're my lollipop girl You're my lollipop girl You're my lollipop girl
只有我一个人吗？突然觉得自己娇小了点。有竞争才有动力。走啦。留点内存拍我行吗，大画家？找回自信了。我突然想起来，这离韩国很近嘛，造假很容易。我这是货真价实的，不该自信吗？臭美，哎，你看，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哎，你哪边的呀？成心气我是吧？哎、是不是成心气我呀？珊珊，哎，你了，来了。既然来了，就玩得开心一点，活在当下。懂吗？知道了，嗯，快去吧。往这边来一点，来，摆好姿势，再换一个，啊，太好了。太棒了。带酒精的。来来，谢谢，不客气。两杯鸡尾酒，好，马上。哎，你是那个演员吧？哎，你是不是排那个什么戏里边那个谁？哪个谁啊？你给我签个名好吗？签名多没意思呀。那咱们合张影好不好？Lights out.
好，稍等，大哥。妹儿啊，妹儿海量啊，哥就喜欢你这样的。来，坐。来，走开！哎呦，讨厌！还能喝吧？啊，来来，哎，来喝喝，来来。走开！来，讨厌！喝，讨厌！哎呀，哎呀，你喝。你咋的？耍流氓是吧？哎呀。耍流氓是吧？好，哎，算计狠，嘿，跑了，哥们儿，等着啊，等着，你大姨呀，大姨呀，跑都快被你拽成风筝了，你也太能惹事儿了，如果我们不跑快点，早就被贬成下将了。你是英雄，英雄，干干。哎，喂喂喂，你可不能这么喝，会醉的。哎呀，啦啦啦，飞向银色太空，我是爱童梦。唱的好吗？唱的不错，再来一个。好。是谁在耳边说？爱我。停，你还是喝酒吧。先干。喂，我你喝多了，走，我们回去吧。你谁还要你管？你走开！你神经病吧？玩不起别玩。啊啊啊！你不要命了？晨晨，抱紧我。晨晨，晨晨，别。Thank you.
好人。急死我呀！去哪儿能不能跟我说一声？我先洗个澡，待会儿说。想问什么就问吧，别这么看着我。昨天晚上你住海滩了吧？你怎么知道？哎，发生什么事了？赶快给我讲一讲。你要急死我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行，你不把我当好姐们是吧？不是说好了咱俩之间没有秘密的吗？你没有秘密吗？当然。我都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真的？别转移话题行吗？昨天喝多了，别逗了。你不是从来都不喝酒的吗？这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一下就喝上酒了？没了，断片了。哎呦，这么关键的地方，你怎么能断片呢？那，你说，我这是背叛吗？那我问你，就是今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呀？就是比如说。来了，什么来了？
那个我先去要杯饮料，你们俩聊着啊。哎，我就在吧台，没事别紧张，有什么事我回来救你的啊。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不想说。那为什么不接电话？也不想接。程程，你是个懂事的女孩子，但是这次你过了，你这么随随便便的跑，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万一出事怎么办？我俩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要是真担心，那天就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婚纱店。嗯，是我，这我知道。是不是我不到现场，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对呀。行了，我马上过去。这套礼服非常适合你，正好可以衬托你高贵的气质，你觉得呢？来看看。嗯，好看。你先慢慢挑，我得走一趟。丽莎马上就到，她的眼光肯定没错。干什么去啊？公司的事儿啊。别去了，改天不行吗？嗯，哎呀，别闹啊，乖乖，听话。挑最漂亮的，别给我省钱啊。能有什么事儿啊？借口。亲爱的，我来了。哎，你们家假惺惺呢？他刚下楼，你没看见？没有啊。他怎么把你一个人扔这儿了呀？您就是艾丽莎吧？哇，你真漂亮！我是你的粉丝，你给我签个名吧。签名没问题，不过你要把你们婚纱店里所有漂亮的婚纱都留给我这个好朋友试，怎么样？没问题，走。没事，有我陪你呢，咱们试他个天翻地覆。哎呦，我的小美人儿，你这么漂亮，我都不舍得把你给贾浩然了。不行，我不能便宜他，我得让他请我吃一年的饭，一年都不够，请一辈子。不高兴啊？那咱不跟他结了，行不行？后悔还来得及，那就是了。我和浩然到现在其实也没什么不满意。他妈说平淡是福，生活就得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所以没激情是优点。这要说不满意呢，就是他太忙了，快忙到有我没我都可以，照这样早晚忙到别人身边去。有八卦呀？他要是真忙，我这一辈子套牢了。
像是浸润我们的泉水，还有滋养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耐心和爱心通通地奉献给我们的家人。就是跟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贾浩人真是捡了一个宝，把你这个具有高度娱乐性的小妞娶回家了。没关系，一切都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没准会更糟。和谐社会没有那么多糟心的事儿。哎，而且你要学会换位思考啊，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事飞走的人是你，你怎么办？你每天只管画画，画廊的生意有多操心你根本就不了解，又要给你做宣传、做画展、搞拍卖，贾浩然真的挺不容易的。那不一样。哎，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其实最悲催的就是贾浩然，把你这么漂亮的新娘搁在这婚纱店里，自己回去面对那些无趣又必须处理的问题，你说还比她更可怜的吗？这么想想，是不是平衡多了？这么了解她？揣摩人物心理是我的工作。接电话啊。喂，小玲。哎，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觉着吧，我觉着你们家贾浩然特别不靠谱，这还没结婚呢，就这么忽视你，咱们必须把这种状态扼杀在摇篮里。你被外星人附体了？我这是为你好。我告诉你啊，这男的就不能惯着，这次听我的，咱玩一消失，让他尝尝失去的滋味，也好好考虑考虑工作跟你到底是哪个重要。跟我走，我要代表月亮拯救你。快走。去哪儿呀？去换衣服，待会儿就知道了。快走。什么叫出事？怎么才算出事？被车撞，被坏人劫，还是出轨？你给我一个定义。结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如果你后悔了你可以直说。不是，你原来不是这么极端的人。我记得你原来也说过，你就喜欢我这种平静下潜藏的激烈。怎么现在变成缺点了？你把问题扯远了。你来干什么？这是干嘛？给你钱啊。你醒得够早的。你谁呀？他又是谁？你别捣乱了，你没事赶紧走。哎哎，我都找你半天了，你跑这儿干嘛来？走走走，咱俩那边说去。哦，这是船钱，雇船的钱。你别误会，你听我说。哎，昨晚很美好，有机会继续。浩然，香浪，你不用再说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你理解什么？我理解你需要别人关心，偶尔也会觉得寂寞。毕竟这是婚前，放纵一下我可以接受。
但是挖过之后，你得收心。你觉得我？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了解。照理说，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可它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承认，是有我的责任，是我忽视你在先。这样，我们俩各自退一步，这件事情以后谁都不要再提起，把它忘了。我们还回去好好的生活，怎么样？你说你了解我，那你了解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踏实，善良，适合结婚。谢谢你肯定我的实用性。不过现在在我眼里，你并不是结婚的首选。看来这一晚上发生的变化还真是挺大的。天成长，我允许你在最后好好的想一想，趁我现在还有耐心。你也会没耐心，那现在干嘛假装呢？假好人，别像你的名字一样再假装好人了。你敢问心无愧地说你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吗？
什么时候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了？瞧瞧，刚才是一场误会，没事，我能证明昨天晚上程程是跟我在一起的。你别替他撒谎。我没有，你得相信我们。程程，你现在马上回去收拾东西，咱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儿的事情我全当没有发生。等等，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跟他说的，他找不着你，给我打电话特着急，所以我就……所以你就布了一个局，造成了我的过错。嘉浩仁，你不想和我结婚了，说一声就可以，你干嘛费这么大劲？谁不想和你结婚了？哎呀，程程，你瞎说什么呀？好朋友出卖了我，未婚夫背叛了我，最可笑的是你们还一起算计我。你们如愿了，结婚你们结吧，我退出。程程，你是在指责我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记住，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小秘密。晚上我把他带回去，剩下的全看你了。
程程怎么回事？怎么电话都打不通呢？我给他打也打不通，宾馆的东西也都收拾走了。他们去哪儿啊？找人吧。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那个开游艇的方亮现在在哪儿啊？开游，好，你说方总啊，刚出网玩去了。你们这儿够逗的哈，连开船的都叫总啊。你还不知道吧？这个公司跟这所有的游艇全是他的，那我们当然得称总了。you
我现在送你回去。不想回。你朋友都该着急了。我回不去了。那男的是你什么人？未婚夫。那我是不是让你的未婚夫误会了？其实你最多算个影子，雷早就埋下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其实有的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是啊，准备上哪儿拍啊？明天我想把这艘船租下来，这定金。10点不见不散哟。就你一个人？嗯，跟我姐们儿，我想让她见识一下真正的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那你干嘛非要去还钱？那只是个借口，其实我只是想再看看偷跑的你。以后别再提昨晚的事儿了。为什么不提？多美好，反正我是忘不了。啊！你也太不识逗了吧？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样子吗？我喝多了，我不知道。我真是搞不懂你，白天看着你还挺文静的，就是拿个手机拍拍拍，到底拍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这到了晚上，呵，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话了，人也可爱了，还特热情。你闭嘴，我翻脸了。其实那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知道你喝醉了，你趴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好人，我这下犹豫了。我想好人不能干坏事吧，更不能趁你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还占你便宜。我去跟你未婚夫解释清楚，我们回去吧。我不回去。你等一会儿，我给你看样东西。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愿意回去吧？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看到他们两个以后，就跟这个对上号了。你画的也太像了，都赶上照片了。我够惨的吧？你要是跟我比谁更惨，我肯定获胜。是玉明啊，没有仙人聘你就别来，还不够丢人了呢，你这大学真是白上了。真是，我怎么就看上你了？
哎，你知道你那小花现在在哪儿吗？谁的小花？哦，对，当初是人家把你给甩了。小花现在富了，跟了一韩国特有钱的人结婚了，可牛了。对了，人家还说呀，下半年把他父母全接到韩国去一块儿享福呢。旧貌换新颜，就让我们这些新居民来享受着花园小区的新生活吧。好，伙计，咱这一下可过上好生活了。哎，是啊，要是早点就好了。怎么还想小花呢？嗨，有了钱了，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啊？对了，那你接下来打算那钱咋花呀？买游艇，搞旅游。行啊，一起干。好啊。怎么样，方总？你的了。其实，换个角度想，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你这是在安慰我吧？总会遇到真爱的，再等等。看你这痛苦样儿，我还是不爱的好。我这不一样。好了，我带你去个新地方。知道了，新鲜的海鲜来了。你看，哎，天色太晚了，只捞了这么多。喜欢吃海鲜吗？喜欢。香啊，给。谢谢。虾烤着很好吃的。你当过树洞吗？什么树洞？就是专门收藏心事的树洞。收藏别人的心事。没有。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人给我讲心事吧。那你当一回我的树洞吧。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看不见的时候你想他，看见了你还想他。你想把最好的都给他，就算整个城市被水淹了，你也想游着去找到他，看他是否安全。当你看着他的时候，眼里全是爱，
就像我现在做的。怎么样，看见爱了吧？原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爱过。那你现在再爱一次也不算晚。哎，你看那颗星星是最亮的，你知道吗？友情这东西一旦动了真格的，比爱情还可贵。我错了吗？错了。我让他干他喜欢的事情，让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嫁给我，他的后半辈子一定是安稳的。安稳？扯淡，他要的是你爱他。决定跟他共度余生，难道这还不是爱吗？对于我这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人，安稳是爱。漂泊之后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港湾，这就是爱。但是对于程程，安稳已经是他的日常生活，他要的爱是激情，能点燃他的激情你没做到。那个叫什么方亮的他做到了？我不清楚，不过就算没有方亮，也会有张亮、李亮，那个人迟早都会出现的。激情？激情才扯淡，生活本来就是平淡的。那是因为你只看到平淡的一面。老妈妈，怎么个情况啊？中午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少废话，赶紧都过来，老地方，对，要快啊。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给哥拿杯酒。平淡，每天也都有不同。什么大哥？大哥今儿心情不好，给我找个座，弄点吃的。好，没问题。嗨。叶恒，都这么样了吗？美女都喜欢喝我的酒吗？哎呀，臭娘们儿！胆儿不小啊，找死吧你啊！哎呀，老家你没事吧？你打他，你快打他，你快点，快点打他！哎，记住了，打女人总是要还的，尤其打的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未婚妻啊，他还打过程程啊！我让你打，哎，别打了，救命来了，救命！别跑了，别跑，别跑，别跑！我跟你说，刚才那男的。啊！再大点声！
是不是舒服多各式各样的角色，可是没有一个是我自己。我多希望能像程程一样过幸福安稳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怕你不见了，所以要在你之前醒来。做噩梦了？心里闷得慌。我的职业就是让人开心。跟我来。Thank you.
程程，你的幻想终于成为现实了。这么大，壮观吧？哎，你还跑？你不带你还跑？跑不动了吧？我背你。你就别逞强了，上来吧。一二，加速了啊！声音，来，这一巴掌是打你不相信我，打你一句话都不说就消失了，你想急死我呀？这一巴掌是打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果然没猜错。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多疑造成的。我的多疑是有证据的。你给我看啊。你想销毁证据？你都有神经病了你。那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就因为这张照片你就认定我和贾好人之间有问题是吗？前后连在一起，事情就很清楚了。照片后面的故事是你自己臆想的。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是那种夺人所好的人吗？不管是不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女人之间的友情真的是经不起猜测和多疑。
见。这也是那天拍的。你好，今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听说我们要订拍外景的话，是不是要提前？嗯，当然了。哎，小玲，东西收拾好了吗？别忘了今天下午去滨海的事儿啊。林小姐，我要请假。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跟姐说，珊珊姐。哎，你别哭别哭，要不我先去接你。你在哪儿呢？我在我们家楼下。珊珊姐，我男朋友跟我求婚了。这你哭什么呀？激动啊！珊珊姐，我不能陪你去海滨了，我要和小玲去登记。小玲，你听姐说，结婚呢不是儿戏。你现在这么年轻，闪婚就容易闪离，你知道吗？你必须要想好了。姐，一言既言，我现在就要去闪婚了，闪离回头再说吧。回见。助理都结婚了，我还剩着呢，情真没法看呀。你爱夏浩然吗？也许吧。我确定我爱。为什么？一个男人在认真挽回一个女人的模样，很容易吸引另外一个女人吧。你们发生了，但是我不后悔。你已经打过了，下手比我狠。我知道你不舍得，最后你们还是发生了。那你觉得我应该为你们做些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爱不爱贾浩然。如果你爱，我走；如果你不爱，我不想放弃。可是不管爱不爱，我们都要结婚。而且很快乐，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我不想让你不幸福，也不想让咱们三个人都不幸福。也许还有另外一个。他好像有话要和你说吧。昨天晚上，对不起啊。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吗？我喝多了，对不起。喝多了从来都是借口。我会负责的。负责也许是你们男人自认为说的最动听的一句情话了吧，但女人想听的是另外一句。你能说吗？我不是不爱，我。程程回来了。他在哪儿？还是要结婚吗？哪怕事情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不太想改变现在的生活。那你觉得信任可以重建吗？不可能。我能想象得到以后的生活，
们会一直活在谎言里。你为什么不试着重新开始？很难说会比现在的好。一个人背叛了你，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背叛你。勇敢一点，多走一步，也许风景会不一样。我害怕，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我想假装事情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自己做不到。程程，改变一下好吗？我更倾向于选择习惯。送你一个礼物，跟我来。我把这座城市最美丽的时刻送给你，等有一天你老了，你还记得在这座城市里面有一个人为你祝福。田程程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贾浩仁先生作为他的妻子？你是否愿意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他，对他忠诚直到永远。不愿意。我和贾浩仁的爱情没有了信任，我们不再相爱。我不想骗大家。这是我的闺蜜艾丽莎，他们才是相爱的，应该他们在一起。程程，你疯了吧你？怎么，你们不是认真的？
岁了，怎么这样？捆绑着拥抱你的海洋。